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港。那今天呢，继续为大家带来 Kingdoms and Castles。好，那就继续我们上次的计划吧，就是在这边盖一个弓箭塔。然后，其实我应该要盖其他东西，但是我现在真的木头非常不够，所以只能先盖这个好了。对啊，我看看对面，可能之后会发展对面吧，继续往外发展。对，我这边好像没有井，对不对？盖一口井，没有木头，有那么缺木头吗？之前我有试过，就是木头其实不会缺啊，不过为什么现在那么缺？哎，没有人空闲吗？为什么？百是几个人？快过来给我砍木头，木头，木头！要盖完这口井以后，也要开那个采石场，不然石头又不够了。我已经盖了，哇，对哦，我已经盖了，好，那就开吧。那个采石的要开了，不然等一下又不够，又不够石头。开。你要说什么？不开心，不开心。为什么不开心？88也不开心。那多少分才是开心？其实我想加税耶。我也才一个，因为医院好像耗蛮多金的。好了，先这样好了，不然我怕他们暴动。好，哎呀，盖盖盖盖，可以盖就盖。木头好像现在有变比较好，真的要点他们去砍木材比较快，不然这样很慢。木头真的耗太快了。过来来来，都来都来。有空都来砍树哦。哎，食物蛮足够的，500多。这边要不要盖一些有的没的呢？看一下哦。让他们开心的，就那个教堂跟图书馆啊，不然我就都盖在这边好了。啊，图书馆盖了，哎，要先盖教堂啊。但教堂好像很贵，所以等一下再说。呵呵，那想说这边要不要盖城墙，然后一堆箭塔、弓箭塔，还是盖在哪？我也不太知道。哦，这个不关我的事啊，反正现在有500多，我是不太 care。如果你说不够，就会 care 了。现在够就还好。那继续找人来砍木头好了，因为这边如果想等一下开发。等一下，或者是下一集，我不知道今天可以到哪里。好，然后呢？现在是150个人哦，都满了。先存一点资源了，等一下盖大的房子，好吧？还是哦，石头跟那个税不够啊。现在88，还是我再加一点税好了。而且太多东西在耗钱了，是没办法，一定要加税，不加税真的活不下去。你要说什么？不开心不关我的事啊，我也没办法啊，我就没有钱啊，盖不到那个教堂啊。钱都耗光光啊，没办法。看钱哦，有了37，应该是有，刚刚好是27吧，有慢慢在涨。反正现在有600多是还好啊，不要吵。这边可能用来发展农场吧，等一下。然后这边就是做那个民居，在这边做民居好了。绕一圈。刚刚其实也是想这样子，就是都给他捞一捞。我在这边接回来，对，就是这样。刚是想这样啊，你觉得这样好像比较方便。然后这边全部都是贫瘠的土地的话，那都可以盖房子了。
就不用烦。也是一样一个小社区，一个小社区这样子吧。一二三，一二三，然后就这样，非常好。然后呢，就是盖房子，可以盖大的嘞，大的。我不知道哪边才是门嘞，应该这两边都不是吧？就是那两边。好，就这样。然后呢，食物应该是还可以吧，但是我觉得有点保险起见，我就盖这个在这边。反正等一下会有人，会有新人进来帮我工作，所以不开心哦。不会啊，75啊，还不错啊。啊，在这个，给你一个小邻居。你们要吵什么？你说我存太慢吗？对啊，对啊。好啦好啦，不要吵。不太想听你讲话。我这边真的要口紧了，因为对，就需要，没有因为什么。哼。没有没有。好，再来。好，等一下有新人进来，继续叫他们帮我砍树。都砍，都砍，多砍砍树。我这个白白的真的很麻烦，冬天的时候真的看不到。有没有人要进来了呢？只有6个、哦，为什么？我这边不错啊，税又不是很重。谁不开心？为什么不开心？没有煤而已哦，等一下就有啦，还在盖啊，盖好啦，不是吗？还是没有啊，不是盖好了？好啦，不要吵，快盖好了吧？哦，可能是盖好没人工作。不对啊，有人工作啊。这是三，对啊，三三啊，所以是有人工作啊。还是没有，有了有了，这个有，这个还不够啊，要多少才够啊？这还不够，好啦，再盖你几个，龙嘞，哦，在这边哦，这边我就没办法了，呵呵，那这边我就可以了，密集攻击，来来来来来，快快快，转回来，对对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但你还要喷哦，你是智障吗？还好我旁边就是水，应该是救得了。对，好了，那食物蛮足够的，所以就还好了。然后你有木炭了没？有了有了有了。啊，就好了。看一下，现在有6个空闲的话，再做几个农田好了。哎呦，不是这个。小的农田，因为这边有那个磨坊，所以它产量会变高，所以都希望盖在它附近。然后呢，再来就是要，对吼，要盖一个弓箭塔，我想说在这边，这边好了，盖这一个。你要说什么？没人工作吗？是啊，哪里不开心？你说说看。82，还不错啊，我觉得。
哦，有一个人又死了，好，又有一个人死了，没关系。要四个人空闲的话，就来砍木头啦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怎么那么多人空闲呢？没关系，都帮我砍。现在最需要的是木头。啊你要说什么？个屁呀、啊！好了，看一下哦。这边需要那么多石头吗？好像也需要哦。再盖一个这个好了。Iron 我好像没有特别看到。Blacksmith Mason， 盖这个吧。这里刚好有一个，这里刚好有一个不好的土地，这样会很乱吗？应该还好吧。还是待在这边，好像很突兀。啊，这边好了。自己要盖一口井，不然等一下会很麻烦。在这里，哎，有了，那边有一口井，那就不用。那么多人空闲的话，继续来帮我砍木头，把这边都砍光光吧，就要用这边了。哎，食物有500多的话，够吗？我觉得这边也要盖一个那个弓箭塔，石头不够啊，现在反而是要80，我那么多，这个我够了哎、欸，这个作战室是吧？好，随便就盖在这里，这里好像不错，快一点，快转，快转，快转，你们在哪里来？哦，哇靠！你这么多，现在应该是村民是够啊，只是说怕他们人太多不够。看一下，丢个屁啊！水够吗？虽然那个是没盖好啊，所以但是哦。这个不够，他们人太多了。看一下打的赢吗？哎，有了，赢了。浪费我的资源呢？那我资源有多贵吗？我有再盖一个了，我不知道会干嘛。再盖一个这个。好，等一下再把路盖在旁边。那、啊、现在就盖了呵呵，不用等一下，现在就盖。哦，这边有一个凹槽，就直接盖城墙吧。但是现在石头不够。等一下哦，好了，没事。刚我的猫在捣乱，所以我要去看一下。好了，那结果回来还没盖好，可以快一点点吗？一点点就好，一点就好。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。哎，哦，现在但是石头还是不够。还是我要
不用这个呢，哦，我现在有空闲的人的话，那我就可以了。反正这边都是无用的土地，所以都给他用这个。他要说什么？你又要来啊？还是上一次的啊？可能是上一次的哦。现在我钱蛮足够的，那我就可以减税。还是先不要，我怕等一下那个钱就突然变很少。不是这个，这个，还不行呢。我以为刚刚是可以的，奇怪，我刚哦，应该是那个 Manson 啊，刚刚应该是 Manson，那是 Manor 啦，不是 Manson，哈哈，我一直讲错。就可以盖一个，然后石头就没有了。这个已经有人在工作了。现在没有空闲的人吗？有人帮我盖吗？有7个。然后食物跟金钱都蛮足够的。然后这里继续找人帮我砍啊。这边我不太需要有东西。那等下我就绕一个大圈圈，绕着我的城市吧。这边可能就没办法，也没差。不开心了，不开心什么？有两个啊，因为我就没外资啊。不要生病啊，快看医生哦，都去看医生，乖去看医生。好了，非常好。这个盖好了，有两个空闲的话，那我就盖一个弓箭塔。然后树木都有人在砍，应该等一下就会有人空闲了吧？这个不好按哦，因为它没有人在盖，怎么可能？现在应该是有人的啊。因为人变少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死掉了。我想说，怎么变那么少？应该不止44吧？我应该，还真的被剪掉太多了那个。有龙。应该够吧，应该够，我够硬吧？你还想喷？哼，真大胆哦！都在打你，你还敢喷我？来啊，打啊，不是要打？哼，真是有够孬啊！当然啦，加10非常好。我现在会往84，应该就会有人进来吧。应该蛮开心的啊，现在。500、600、700。现在人越来越少了，快啦，回来啦！新人快进来啊！哪里不开心？84呢？比刚刚40几好啊！又死了几个？16个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我还要8个就好了，8个。有人在帮我盖来，就现在人就够了。是吗？不对啊，现在也是没有人啊。我以为现在是人已经够了，所以他才帮我盖。结果原来是新人哦。因为新人进来都会帮我盖的意思吗？现在有那个的话，那我就可以盖这个。这样子不错。有吧？这个没有人在盖吗？真的嘞，你是干嘛的？你们是丢东西进去的啊？
怎么那么多人老死啊？那么快？你们要说什么？哦，石头有那么快用满了、啊？嗯，那我等一下再盖一个，rock remover， 哦，要铜，要铜，我自己哪里有铁啊？这个城镇，哎呦喂，在那么远了、啊。我想说，我这边都没有看到有铁啊，只有一个、啊。难怪，我想说奇怪嘞，我之前都看到很多啊，我不知道有什么用，现在终于看到了，哼，有人在帮我盖嘞。所以他们现在是有人，还是说是因为新来帮我盖？他说什么？不开心啊，也不开心，73。还可以吧，你有煤吗？没有，又不够了。然后再盖一口井在这边，不然等一下又会着火，没办法。190人呢。这个是什么？我忘记了。哦，可以维修。人在工作吗？有两个。有了，有了，大家都有那个木炭了。这边的话，我还要盖什么、欸？这边我要盖什么？啊，找到刚刚那个，这个我要盖在那边，盖在这边好了。呵呵，这边有一条哎、欸，刚刚好一条的话，还是我要盖那个这个好了。哦，这个不够哎、欸！哇，这里我可以盖什么？这很难想嘞，搞大哦！哦，一直错过它。好了，盖在这边好了啦。先花一点那个石头，因为石头好像他刚说。太多了，放不下。噔噔噔噔噔。有人在帮我盖的吗？没有，哈哈。那么多人死。63、72应该还可以吧？又说不开心，对不对？哦 ，Harvest， 我想说石头也会被冬天侵蚀，怎么可能？不要开我玩笑吧。路有人在盖吗？没有，都没有，都没有，都没有。这些人都在存那个木头啊，可以不要存吗？一直接拿去盖东西吗？不要浪费时间。有了，有人在盖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直接在旁边拿啊、哦，那么方便。太好了，太多人在盖了，超开心。哦，你们有什么话要说？很吵哎，真的。不开心又不开心，一直不开心。要盖完这个，然后还看有什么事可以做啊，不然我就可能会结束了。因为，现在也99年了，看一下四级99年，就是一级都25年了，哇，好快啊！我等下可能真的想把这个关掉，哎，可能会想把它盖在这边，哦，不知道要不要。这个在这边嘛，路，然后我可以，好像不错哦，把这个弄掉好了，我盖这个，在哪？这里，
刚刚好。然后这边都拆掉了。哦，原来他们拆掉会把那个留下来啊，我不知道哎，材料原料。还敢来吗？过来啊，不要走啊，过来啊，在中间啊，中间啊，都打不中哎。不开心了，哪里不开心？八个啊，要那么多？那两个什么东西？看不懂。好，先不管。为什么你还在啊？我走了。好吧，等一下可以在这边盖城墙，应该是可以。哎，这次你没话说、啊，要恭喜我吗？库房有点多，变一个金脑了，我要训练几个那个，好，训练几个 hero 好了。减税应该开心吧？现在就是想把钱耗一耗，不然现在钱太多。好了，把这个 hero 也 train 出来之后就结束吧，不然现在好像我的影片好像都蛮长的。好了，都过来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在这边结束了，谢谢大家的收看。那下次我看看可能会把所有东西都盖一遍，然后再做好一点规划，城墙什么的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